好，再看第七愿，如果我成佛的时候，我所住持刹土的天人都能得到天耳通，天耳彻听了啊，最低限度也能够闻到百千亿亿诸佛所说的经法，而且都能够信受奉持。如果这一愿不成就的话，就不成佛，皆得天耳彻听，就是所有往生者都能得到天耳彻听。这个天耳就是以音声和言辞作为对境的，这一愿也是法藏菩萨悲心呢、加持诸往生者，从他自行的层面啊，让他用天耳听到种种众生痛苦的声音，比如他能听到地狱众生受苦的声音，地狱就有号叫地狱，大号叫地狱啊，一些地狱众生那都是痛苦的啊，非常难忍呐、就是高声大叫啊啊！当你听到地狱众生的受苦的那种啊惨烈的啊音声，自然就会升起大悲心了啊，这就有利于他增进菩提心。然后他又能听到十方诸佛说法的音声，都能够信受诵持啊，这都能够让他自证功德增上。所以这个天耳通啊，是啊自证化他的增上缘。尤其这一愿对我等众生啊，阎浮提众生非常重要，我们都是耳根最利的啊，一般修行都是从耳根的闻性入手的，所以到极乐世界谈耳根的内容占多数。那这个天耳通，它的对境也无量的广大啊，能够成就无碍清净天耳，具有圆满的特点，六根复用啊，耳根就圆满具足一切根的功德，耳根所听闻的对境是广大啊，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，九世过去劫、现在劫、未来劫啊，九世。而且你听到之后冲彻啊，所以一个人讲聪明，聪明是跟耳根有关系的，你耳根非常的利的话，你就是聪啊，这个明是跟眼根有关系，你明察秋毫就叫明。说一个人聪明，就是指你的耳根和眼根利。那这个耳根的聪冲彻，就是你一听音声就能知道这个音声内句的含义，言外之音啊，彻法性之底啊。这个真正冲彻的人，耳根利的人，听一个人的音声就能知道这个人的命运、寿命的长短、福报的大小，听一个国家的音乐就能知道这个国家的兴衰，他这个音声就能传达一个啊甚深的信息。战国时期有一位大音乐师师旷，他就有这种能力。师旷为了使自己的耳根冲彻，把自己的眼睛熏瞎了，不让自己的眼根眼睛去分散注意力，这叫啊，这个绝地一缘呐、杜绝其他的分散他的注意力的东西，把所有的东西集中在一根里面，马上它的作用就能够成倍、十倍、百倍、万倍的增上，所以它就能出现不可思议的功能，这叫冲彻。这个耳根离开障碍，
烦恼障、属之障有超越性。所以文性呢，你不是用你的耳识，而是用你的文性啊。那这个文性就是跟圆通常的自信相接了，就超越了烦恼障、属之障啊，所以就能够了达真相啊，这个一切外境无有障碍，障碍不了他的耳根的闻性的穿透性啊，这样就啊具足成就啊，就是具足，就是啊不是有限的，而是无限的、无量的啊，成就能够证到自己的闻性。所以天耳通对十方世界一切所有的音声，你想闻就能闻到，不想闻就寂耳无声，随意自在。那对境，比如从东方开始，东方就有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的佛刹，有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的诸佛。那这么多的佛所说的法啊，所教化的善巧方便啊，所调伏的烦恼啊，证得的甚深的法性之海，种种善巧清净之法，他都能够听到，都能够受持，并且这个耳根充斥到什么程度呢？佛所说的啊，这个文句法义，或者对一人说，或者对众人说，如佛所说的言辞智慧，如是表达，都能记忆不忘，不迷不惑，而且为其他众生演说，也能够让他人得到悟解啊，不忘失一文一句。所以东方无量无边的诸佛的说法你都能够闻此，那南西北方四维上下无量无边诸佛所说的法亦复如是，又能够了知所有众生的言辞。那众生无量，他的语言啊也是无量。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具有天耳通的这些往生者，所有众生语言都能知道。你看我们早上起来听到小鸟的呢喃的声音，很想知道它在说什么，但我们不知道它在说什么。如果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呢，有天耳通，马上知道它在谈论什么。所以这样这个耳根就能够通十法界。这里尤其是谈到啊佛法界，你能听到佛的讲法讲经说法的音声，然后下至能听到地狱众生的痛苦呼救的声音。那么这时候你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菩提心就有增无疑了。